嗱，新春行大运嚟到年初二啦，咁年初二一出门口嘅方向记住啦，由年初二咧去正东咧就利你自己嘅财运。去正南咧就你地位提升，打工者又有帮助啦，系咪？咁去正西嚟讲叫辛苦个人力量得财，对收入唔稳定、多劳多得嘅行业，可能保险、地产、传销，仲有一个沙个嘅行业对你有利啦。咁去正北咧就投资做生意，或者细路仔特别嚟读书考试，咁如果重要时候嚟，一出门口啊，无论边度都啦。即刻走去正北，行到最盡頭先翻去啦。咁中宮嚟講就特別嚟貴人，咁咩叫中宮啊？咁全國局嘅中間叫中宮，咁要香港島嚟嘅中宮就係太平山山頂嘅地方啦。咁正南嚟講就南區，正西就港島西，正西港島西，正東就梗係港島東啦，係咪？咁正北就中環一帶啦。咁但係咧，你又唔使專登喺九龍住都嚟翻呢個香港嘅喎，所以九龍都有中間，中間就沙田啦，係咪？咁正東九龍東，正西九龍西自己計啦，正北就新界啦。